美南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2019年年会暨奖学金之夜现在开始。Welcome to the 2019 JCCAA Annual Meeting and Scholarship Night. 美南大专校联会会旗以及各校友会会旗荣誉进场。Welcome the JCCAA flags and all our and university flags. 校联会会旗由前理事长张天固掌旗。国立海洋大学由会长徐宏源掌旗。国立成功大学由代表林念豪掌旗。国立中央大学由副会长段树华掌旗。国立师范大学由会长谢庆全掌旗。由会长许建斌掌旗。国立政治大学由前会长范碧文掌旗。临传大学由代表黄淑玲掌旗。国立艺术大学由前会长许国立掌旗。国立清华大学由代表张顺桥掌旗。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由代表庄嘉玲掌旗。天主教辅仁大学由前会长周之阳掌旗。中原大学由会长冷国总掌旗。国立中心大学由代表邵雷掌旗。静宜大学由会长林学慧掌旗。
学，由会长陆彦琪掌席。文化大学，由前会长谢云新掌席。国立台湾大学，由会长邓小玲掌席。国立交通大学，由代表叶嘉诚掌席。东海大学，由代表翟鹏掌席。东吴大学，由会长李银霞掌席。台北科技大学，由前会长王墨江掌席。世新大学，由前会长徐冠中掌席。逢甲大学，由代表张黎明掌席。向左下右转。